帮助小朋友小肌肉的训练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。我这里就有一块游戏板了，等我教一下小朋友怎样玩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材料去制作这块游戏板的。你看看，要准备一块硬卡做底板，要不同的颜色的色纸卷成的纸圈，还有一至十的数字卡。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这条绳了，但是因为条绳实在太长了，你可以好像我这样加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公仔，去帮助小朋友容易一点穿过这一至十的纸圈的。这块游戏板都可以分两个不同的层次的，如果给一些小一点的小朋友玩呢，就可以将数字顺序这样贴得简单一点，就好像我现在这样了。如果给一些大一点的小朋友玩呢，就要将数字移动一下了，移动到好像我现在这样呢，是不是复杂了呢？小朋友要根据数字的顺序将条绳由一穿到去十的位置，不如等我示范一下给你看啦。你看看，我完成了啦，我的小肌肉都挺好喎。这块游戏板除了可以穿绳之外，我们都可以有另一个玩法的。家长要帮小朋友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衣夹，你看看，我这里都有不同颜色的木衣夹的。我们要将衣夹夹上去相同颜色的纸圈那里，不过不是乱夹的，我们要由一夹到去十。譬如这个一字这里呢是紫色的，那我就要夹紫色的衣夹下去了。二是蓝色，那要夹蓝色，如此类推，那等我夹给你看。小朋友你看看，我完成了，你们都快点一起来玩这块游戏板吧。先求人格，后求卓越，加德黎。